那最近我花了2天时间呢，把这个会员的提示词系统给改版了一下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那首先呢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个实例。大家注意啊，现在呢这儿有三个视频，这三个视频呢用到的这个参考的图片是一样的。那我们生成提示词的时候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把它同步一下啊，要不然的话可能有的不动，对吧？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这个提示词的不同。大家注意啊，这两个呢，其实唯一的区别在于，那我一个用了双滑的这个 Laura 啊，一个没有用。但是提示词系统呢，用的是一样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呢出现的动效呢，并不是特别的多啊。但是这个感觉就很好。这个就是用原版的这个会员的提示词，所以大家去看一下，就是我们改版之后呢，这个整个的动作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啊。这个呢是一个个别情况啊，待会儿我们在展示很多实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啊，其实这版的动效呢也是比较多的，因为他们俩用的是一版提示词，只不过是这个用了双滑的这个 Laura。那这个 Laura 呢，我们在之前给大家讲过啊，它主要是解决了这个意境上表现不足的问题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会员在表现汉服的时候呢，或者古装元素，它是非常棒的，但是呢，意境表现上略有不足。后来呢，我也做了很多的测试，其实我重点发现，它主要是在动作上啊，会让它更加的有节奏，或者叫更慢啊。简单直接的去说，就让它更慢。其实画质的提升并不是很明显，甚至呢，画质是有所降低的。但是呢，它可以保证它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线上。那你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？就是说，双滑这个模型不见得比原版更好，但是呢，它不会有特别差的质量的这个视频出现啊。但是原版的就有可能啊，出现的质量是不高的。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基本的例子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做这个优化的。这个先从会员的提示词是怎么来的啊？会员的提示词。注意，我所有的提示词系统，不管是 CogvideoX 还是 HTX 还是混元，都是从它原版的论文里边来的啊。因为我觉得原版的论文呢，可能会表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啊，相对于我们自己写的。但是针对混元这个提示词，其实我产生了比较大的一个质疑，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它写的这个部分啊，就是 prompt rewrite。我们点开它之后呢，在这里边，它表示他用了混元的这个大语言模型去改写这个提示词，它整个的提示词工程呢也在这儿可以找到。这个呢是它的normal mode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基本模式啊。然后这个是它的master mode，也就是专家模式。但是不管哪个呢，你会发现提示词系统提示的内容呢都比较少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首先呢，就是他希望呢保留所有的，就是我们提供关键词，他来写这个提示词嘛，他需要保留所有的信息，尤其是一些这个 style 的，就是表示风格的文字和一些技术的术语啊，比方说用的镜头啊，用的光圈啊，有这样一些技术的术语。另外，他提到如果是用中文输入的，那需要转化成英文。那也就是我们知道啊，这个会员其实是支持中文的，但是中文的效果应该没有英文要好，所以说这是大家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知。另外就是说，如果我输入了1到2个单词啊，然后呢，你需要提供一个基本的描述啊，把它转化成1到2个句子啊，就是这一句，其实最有用的就是这一句。另外就是如果我这里边并没有关于风格呀、光照啊这样的一些描述呢，你可以给它这个加上一些啊，那我总体上来看啊，这个东西其实呢是比较 low 的啊，就是它并不像我们看到的 LTX，尤其像 CogvideoX，它这个提示词系统是很专业的。这个你去看啊，其实特别像小儿科的一个这个提示词工程啊，所以说呢，我就想到可能它这个效果并不是特别的好。那我就去改写了一下啊，那这个怎么去写的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我参照了会员的原版的提示词系统，就是刚才我们看的，另外就是 CogvideoX 的提示词系统，我们可以看一下 CogvideoX 的提示词系统呢，它这儿比较有意思的，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些信息。首先呢，我这个用的是图生视频的啊，说如果你给一张图片呢，你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专家啊，然后到这个图片的内部去描述啊，
很多的细节的东西，这是他写的一句话，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。另外呢，它需要包含合理的动态的信息，以保证整个的这个 V6 系统啊，就是整个的视频系统呢是在动的啊，不会出现这个不动的这种情况。这个我觉得也是混元出现，就是我们经常会发现混元系统呢出现那个东西是不动的，这个可能跟这个提示词系统也是有关系的。另外呢，就是这儿有一句，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啊，说我们输入的这张图片，因为我是参照图生视频嘛，所以说我们给定的这张图片啊，只是这个视频的第一帧，所以说呢，你应该联想一下它下边应该怎么去动啊，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有价值啊，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CogWL-X 的这个提示词系统，然后再来看一下 LTX 的这个提示词系统的话呢，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啊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是他论文里边给到的提示词系统。他说，如果你写一个提示词的话呢，你应该关注一些细节的描述啊，尤其是 action 这个部分啊，就是它需要动起来嘛。所以说呢，这儿也提到了啊，这个 moment。那为了让你写得更清楚呢，他这给了一个架构，说呢你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这个 action 啊，就基本动作。写一个简单句子来表示这个基本动作，让它作为整个的一个开始，让整个的这个text 的 encode 或者提示词系统直接抓住啊你要干什么，你这个动作是什么。另外呢，才是增加细节啊，描述角色或者是某一个物体的一些外观，然后呢再是背景和环境，然后再是这个 camera 啊，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相机的角度，然后是光照和颜色。另外呢，他不希望有一些突发性的变化啊，让整个的视频被整个干扰掉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个结构也是值得借鉴的。另外你要注意啊，在 CogWL-X 里边是不支持什么呀？不支持这个 camera transition，就是运镜啊，而且呢是不能包含屏幕切换啊。所以说这是它，由于训练数据的原因，可能这个模型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啊。经过这样一些分析之后呢，其实我决定是这样来写这个提示词系统，我会按照 LTX 的这个基本的架构，然后在写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会借鉴混元的这个动作的提示词的生成，比方说，我们需要有适当的这个动态信息来保证它是动的。另外这句也很重要，就是不管我给你的是提示词还是这个一张图片啊，那么你应该把它想象成这是这个视频的第一帧，你应该有一定的联想啊，去联想到它下边应该是什么样的。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些思路啊，我们就写了一个综合的提示词系统。这个综合的提示词系统里边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我这是中文和英文混写的，这个无所谓啊，因为对于大语言模型来讲，你用什么去写都可以。那我说我将给你一些关键词或一张图片，就是我可能给它的是关键词，也可能给它的是图片。那你需要按照下面的思路呢来构建这个提示词，你会发现整个的系统的话呢，其实是沿用了 LTX 的啊。大家看一下，说如果你写一个提示词系统，你应该关注在细节啊，一些技术性的描述，尤其是动作的技术性的描述，包括一些特定的动作呀，然后外观啊，镜头的角度啊，甚至环境的细节。另外的话呢，我这儿写了一下啊，说直接应该用一个 action 开始啊，就直接用动作开始。另外的话呢，就是保证你描述的这个准确性。然后下边呢就是整个的这个提示词的结构，这个整个沿用了 LTX 位的这七条，当然我加了一些啊。那我会按照 CogWL-X 啊来改写第一条，说你应该用一个这个句子来描述基本的动作。然后呢，我们给定的输入图片或者提示词呢，应该是这个视频的第一帧，然后剩下的呢，你应该有一些联想去描述。另外呢，就是在你描述这个图片的细节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包含合适的动效啊，然后保证整个图片是动的，而避免出现不动的这种情况。另外呢，就是增加啊特定的环境的内容和 gesture 的内容，然后描述这个主体啊，另外描述背景和环境，描述相机和相机的运动，另外呢描述光和色，另外的话呢就是避免突发的这种意外事件啊，就是保证它整个是连续的。另外我需要保证它的提示词的单词数量是在100个单词到200个单词中间。最后呢，我又加了一句啊，说你呢应该在设计动作的时候啊，
充分的考虑到画面的美感。那大家看到我这个提示词引导系统呢，其实是包含了我想让它实现的一些方方面面啊，然后呢，我就做了很多的测试。那下边呢，我们就把测试的结果呢给大家看一下啊。这是呢，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在水中跳舞的这个女孩儿，然后我们再看这个，这是月亮下边这个一个女孩啊，我们重点看动作的这个部分，还是我把它同步一下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两个用了我的新版提示词系统啊，它的动作呢是比较多的。那你看一下原版，这个动作就非常少，画面感是不够的啊。另外呢，我这儿用了这个 Laura 之后呢，你会发现画面其实呢没有这个要清楚，但是人物可能更漂亮一点啊，也不能这么说啊，反正差不多。但是你会发现用了 Laura，其实对画面的细节是有影响的。注意这个衣服上的亮点儿，你看这个上面就比较少，是吧？所以说用不用这个 Laura，我觉得大家不要太迷信啊。如果你发现这个原版效果不好，你就用上这个 Laura 啊，因为有的时候呢，因为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动作，它的确不具备美感。比方我给大家看一个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样的问题，它这个动作的确是很生硬的啊，不能说不连贯，也不能说不好看啊，反正它没有美感，但是人物的确是很好看的啊，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这个 Laura 所解决的一些问题啊，所以说你会发现新版的提示词呢是非常有效的啊，我们再来看这个水边漫步的这个女孩，新版的提示词呢在描述背景啊，然后环境方面就会比较精细，而这个呢相对粗一点。但是这个人物的确是比较漂亮的，原版的人物呢也是比较漂亮的啊。但是你会发现，在这个里边，如果我没有用这个Laura 的话呢，这个人物不太好看，有没有发现？但是它细节还是要足够一些啊。那你看这个用了 Laura 之后呢，这个人物相对来讲质量就提升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这就是我们说的有可能呢，这个原版的模型啊，它生成的质量呢会比较低啊。那这个呢，其实有一定的这个质量保证的，也不见得说这个生成的一定比这个好啊，你也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啊。再来看这个，这个的话呢，其实呢，我们会发现我们新版的这个提示词呢，它是产生的动效并没有原版的要多，或者说差不多。你还不要忽略另外一个元素，就是说，这个图片本身带来的一些引导，这个是第一位的，而我们的提示词呢，其实是第二位的。如果本身这个引导性就很强，那可能我们的提示系统呢并没有太大的优势。但是当这个画面的引导性比较弱的话呢，可能这个我们的这个提示词系统呢会有更多的优势在里边。那同样我们会发现啊，用了这个 Laura 和不用 Laura 的话呢，会有一些基本的区别啊，细节会有一些丢失。当然你说美感性是不是有提升，这个我也不好给结论啊。好，下边呢我们再看这个弹琵琶的这个。那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问题，那其实弹琵琶的这张图片，它其实呢把要表现的这个动作呢，其实大语言模型当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，它基本上就知道了。你的提示系统再怎么去写，大概也就是这些东西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会发现，其实动作最好的应该是中间这个，而这个呢，相对的来讲的话呢，就是不够清楚啊。然后呢，你会发现啊，在用 Laura 和不用 Laura 的时候呢，我们同样会发现细节有一些丢失，能看到吧？但是呢，人物的这种感觉呢，可能会更美一些啊，这个就太写实了，对吧？而且它的动作呢，也没有那么的夸张啊，它会有一定的律动在里边，当然这种动作的减缓呢，会导致你看上面这个动作就丢失掉了嘛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去正确的认识这个 Laura 的应用啊，这个是同样的问题，这个图片的动作引导性已经够强了，所以说这个也不是没有动作啊，但是这两个来讲的话呢，相对的景别会近一些，我们感觉呢会更好一点，其实我觉得还是原版要好一些，这个就比较能说明问题了。那你看一下啊，一个女孩拿着伞。这个可能在图片的引导上呢，并没有那么强啊。你看这两个，觉得能说明这个 Laura 的问题啊，这个动作就有点过了啊，而且有一些错误。但加了 Laura 之后，你会发现它就更美一点啊。这个美不是说人长得好看，也不是说画面更精细，而是说它整个的动作呢，更加富有美感，更加合理啊。你可以这样去理解。
这个也能说明问题啊，一个女孩站在一个屋檐前边，那你会发现这个动作虽然比较多，但是呢，它可能变得毫无意义啊。这个就更加集中，你会发现啊，这是原版的，用了我们的提示词之后啊，这个是加了 Laura 的，那我们会发现加 Laura 的同样啊，它有一些动作，但是这个动作呢也更优雅和轻微一些啊，并不像这个。这个可能动效更多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我们说这个 Laura 呢解决了动效美感上的一些问题，也是有它的理由的啊。那这个呢是花园里边闻花的这个女孩啊，那相比较来讲，那就是两种不同的氛围，不能说哪个更好啊，你看你更喜欢哪个？那这个呢就比较写实，然后呢画面比较精细，但是同样的问题，它的动作呢就不太够。那你看这个。那这两个呢，动作就比较够。加了这个 Laura 之后呢，她的这个动作就更加的优雅一些啊，也是能说明问题的啊。最后一个是在岩浆前面，或者说叫在火前面站着的这个女孩，那原版的这个呢，大概有一些轻微的动作，但是呢，相对来讲，我觉得也比较漂亮啊。但是你会发现，这两个呢，其实差不多。但是用了我们新版的提示词啊，那你会发现，这个动作就更多一些，更多元化一些。那同样的问题，没有用 Laura 的时候呢，这个动作呢，会比较大；用了 Laura 呢，这个动作第一速度会变慢。我觉得这是他经常做的一个事情，速度会变慢，所以说呢，幅度也会有一定的减小，让你看起来所谓更加的优雅。通过今天的这个，其实是。告诉大家，我们的新版的提示词啊，你应该怎么去训练出来？也给大家比较系统的比较了一下，使用这个双滑的 Laura 和不使用双滑的 Laura，以及我们原版的提示词系统它所带来的这个差异啊。我个人还是建议你先用原版的去跑，然后用我们的新版提示词。如果有问题或者画面的确是不好看，你可以加上 Laura 去试一下啊。这个今天呢我们就聊这么多，回头呢我会将我的提示词系统，就是我写的这个提示词，就这个部分啊，然后呢放到我们的 GitHub 上，然后大家呢不一定非用Gemini，大家注意我现在用的 Gemini 嘛，那你可以用 Claude。或者是任何的一些系统啊，都可以生成对应的提示词。你可以观察一下效果，是不是比你原版的会员的提示词系统生成的提示词更好？那么也希望大家给我一些有效的反馈啊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懂爱的人。